好又到了六合彩的时间。今天是9月5号星期二，由我李子晴和大家主持第100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我们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是有4105万，由于上一期的头奖没人中，所以有累积多保奖金800万，而投注总额的15%亦即是6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咁喺搞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胡楚南 BH 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事務會董事會成員何善飛女士。歡迎曬兩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事務會是國際性的天主教女修會，服務包括院舍照顧、難民及外勞服務、監獄牧民、心理及靈修輔導教育等，對象有被虐婦女、單親媽媽、邊緣女青年、街童、性工作者等。該會於1951年展開服務，先後成立瑪麗灣中心及瑪麗灣學校、聖母宿舍及彩雲宿舍，在輔導工作中引入認知行為治療，並開展 Dream Based 工作計劃、跨越計劃、 Music in Life 計劃及其他藝術媒介等。以上服務皆實踐與女童同行共進，邁向積極人生，貢獻社會。詳情請瀏覽該會網頁。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在電視機前觀望，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日至49號的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100期的六合彩現場攪珠。第一个搞出来的号码是24号， The first number is 24。第二个搞出来的号码是5号， The second number is 5。第三个搞出来的号码是20号， The first number is 20。第四个搞出来的号码是2号， The fourth number is 2。出嚟嘅号码系27号 ，The fifth number is 27。第六个解出嚟嘅号码系32号 ，The sixth number is 32。最后一个搞出来的特别号码是12号， and its turn number is 12。好啦，今期的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多同大家重复一次，分别是有2号、5号、20号、24号、27号、32号，而特别号码是12号的。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的六合彩结果，又或者头二三奖的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5288，又或者浏览马会六合彩网页。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多谢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胡楚南 BH 太平绅士以及何善飞女士，唔该晒两位。在这里提提大家，在节目完结之后大概15分钟，大家就可以开始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祝各位好运，我们下期六合彩再见啦，拜拜。